手机关掉的第七天，电子信箱堆满了信，像被人忘记的伞。今天的天气晴，少了一个人的城市，多了两个人的记忆。如果还有人关心，你说会不会是你？写完一本关于失踪的日记，才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声音，在你眼睛表情温暖的手心，下雨天躲在你大大的大衣，在每个重要的日子画星星，那一天又为你哭了或高兴。有一个人在家。